最受玩家欢迎的游戏之一的沙盒游戏《我的世界》所延伸的动作策略新作《我的世界传奇》（Minecraft Legends） 在 Xbox 举办的开发者直播活动中释出了全新宣传影片，并预定在今年4月18日推出。在新作中，我们可以带领一大群部队和敌人交战，看起来颇有另外一款名作《骑马与砍杀》的味道。单人模式中，我们需要在广大的世界四处征战，从朱布林的手中救出 Klippa、各种动物等盟友们。营救成功后，他们也会加入我方成为助力，让部队更加壮大。这次也释出了多人游玩的实际画面，我们能以四对四的方式在随机地图上展开对抗，建立我方基地与防御攻势的同时，想办法攻破敌方阵地。而 PVP 竞技场也将会是以随机生成。看来《我的世界传奇》会是一款相当适合跟好友同乐的游戏哦。